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9年7月13号，星期六，农历是6月11。好，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师傅好，听到了，听到了。好，讲吧。师傅好。对不起，师傅。嗯。师傅您辛苦了，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感恩护法神菩萨。嗯。那个我们问的问题，个人的愿，个人悲。嗯。求师傅慈悲给开一个74年属虎的，他是那个晚期癌症晚期。74年属老虎啊。对，属老虎。男的，女的？女的。嗯。他是子宫癌，应该是知道现在一直在放生。很多时间了。你他吃全素了没有啊？他全素，也许愿清修了，是吧？许愿放生10000条鱼，而且还许愿那个小房子1000张，就不过现在情况不是很好，大出血，总是子宫出血，非常不好。而且我告诉你，他这个癌症有转移啊，明白吗？扩散，转移了，有扩散，扩散了。那他还有救吗？他化疗已经做不了了。我跟你说的，现在他，你只能不要去鼓励他吧，因为他现在，他现在不管怎么样，他许的这些愿至少不会让他下去啊，否则的话他要下去的，你听得懂吗？听得懂。你只能让他应该现在走的时候不会太痛苦，然后呢，这条命就算延续的话也是非常痛苦的，明白了吗？他会一直一直疼痛，然后难受，然后还有很多怪怪的想法，这跟他欠了两个人的情债有关系。那他还要许多少小房子吗？还来得及念吗？有点危险，就是太晚呀，就太晚呀，太晚了，就是年轻的时候不注意啊，有些时候不注意啊，所以他现在业障是爆发。我现在看他整个这个小肚子以下全部都是一片，都是颜色都是非常深色，黑的，偏黑的，这就是他的业障在爆发呀，明白了吗？明白了，师父。所以那我们该怎么应该第一鼓励他继续把这些完成。第二呢，跟他说菩萨会救他的，放放生说不定会还会延一点时间。现在目前看的话还能延一点，明白吗？走是不会马上走，但是呢就是一直会很痛苦，没有办法。明白吗？好吧。感恩师傅，求师傅再看一个，也是个癌症晚期了。他是68年的猴，肺癌，他说有点转移，然后他今年刚拜的师，然后他也是子宫老出血，68年的猴，女的。68年的猴，他现在吃全素了没有啊？全素了，也许愿清修了，然后一直在积极努力的度人。你能不能叫他鸡蛋不要吃啊？鸡蛋不吃是吧？好的，好吧。还有，这是一个，因为凡是碰到妇科的这种疾病啊，这跟那个吃鸡蛋也是有关系的。好，好吧。这个是普遍都可以适用的，对不？应该是，好，那师傅对不起，还能再问一个吗？你说吧。就是这个，你说吧。这个男孩现在也有点就是没有什么路子可走了。他是99年属兔的，那是不跟他的名字有关呢？他的名字叫张顺风，是那个是个尧舜禹的舜，是不是太大了？哦，风是那个三点水，丰收的丰。这个名字师傅也给他看过，是那时候选那个邮件的时候选邮件，师傅给他选的这个名字。这个不好。99年的兔，男的，张顺风。他倒不是这个名字，他现在有个劫啊。他有，对，他自己也梦到不好，他现在就是有点，他应该是在马来继续去读书呢，还是回中国，还是去别的地方？还有一个人说是有条件去另外一个国家打工。他应该怎么办呢？他现在是99年是吧？对，99年的兔。现在几岁啊？男的。
20。啊，这孩子有问题，这孩子给他记账了，下面给他记账了，他看了很多不好的色情的东西。对，他上次就是因为做梦，还是天上从天上给他扔下来很多鱼。哎呦，死鱼。啊，我就跟你讲，给他记账了，那他还有寿吗？他自己说他成天没有寿命了，他老是说自己阳寿不长。阳寿不长也不会马上走啊。那师傅给他，他现在 他怎么办？他现在这个孩子主要是精神上颓废，身上有两个女鬼在他身上。上次对他梦到他有一屋子的灵性，其中有一个是女的。我跟你说，都是他看的，一屋子全是他看的，而且还看了这些女人，还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听得懂吗？那现在许愿放生念经多少张小房子够啊？300张。300张，曾经给他许愿了400张，够了，都包括里头吧？300张够了。哦，好，至少今天你叫师傅帮他看一下，至少他不会自杀。哦，感师傅。好吧。那他怎么办？他是让他回马来读书啊，还是？我觉得应该先回马来读书吧，好吧。是在中国比较合适，还是回马来呀？他几几年出生？他本来是中国的佛，中国的孩子是吧？对对，99年属兔，男的。我知道，他就是色情上过不了。色情上过不了。这孩子就是。每天49遍心经呢，没断过。要叫他，要家里人帮他求啊，请观世音菩萨帮某某某啊化解身上的冤结，请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让这孩子不要有啊色欲，就只能这么求了，没有办法，明白吗？还有就是帮他解结咒要念，他自己念不念了？解结咒。念一些经，念一些就念的不多。解结咒，他念49遍够不够？每天应该是可以的。化解他，泛泛的求化解冤结吗？缓解冤结吧，好吗？好，一屋子一屋子都是他惹来的呀，他网上看来的呀。哦。因为有时候一个小男孩做一些手淫的动作啊，然后再看的那些。那种电视那个图啊片啊，他就很，你只要做这样的事情他就上你身了呀。他都是因为在那个三维空间里面，他有很多四维空间、三维空间、二维空间里边，他本身都有很多，就是我们说这个暗物质的，这些暗物质只要你看了他就进入你的心里了呀，明白了吗？但也不能控制他，不看呀，控制不住，控制了好几年了，跟他天天说，没有用的，你没有到觉悟，所以你只能求菩萨保佑了。求菩萨保佑就是让他，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沉迷了之后，他就很难出来嘛，很难出来之后，他就是糟蹋自己了呀，糟蹋自己嘛就短寿呀，他自己已经知道了。他为什么短寿？你知道他为什么知道了？很简单了，就是他把一生的这些东西全用完了呀。我让他听师傅的开示，那他就是适合让他去干什么？能让他去那个我想的那个国家，让他去打工吗？他能去吗？家里呢，就是过去嘛，太宠他不好的。家里你们父母亲啊，觉得自己经济条件不错，就宠孩子，你把孩子都宠坏了。又没对不起，凭什么整事？又没有教育方法的，很多孩子本来都是个很好的苗子，爸爸妈妈都没文化，真的很可怕的，每个都把孩子都教育坏掉了。真的对不起师父，现在这个样子只能求菩萨，只能求菩萨帮他来制止他这些了，可能会护法神如果帮忙的话，可能会他会有受到一些创伤啦，生理上的啦，可能他就会断掉这个淫欲了。我讲话你听得懂吗？因为要听懂了，师父，要求的，没有办法的，要求，否则的话不要跟观世音菩萨、护法神菩萨求，否则的话他一辈子都改不了了。这个东西染上了，他出不来的，他出不来的。
那师傅，那现在适合应该让他去哪里啊？现在他回中国的话，他在中国没有，他会觉得没面子，你听得懂吗？嗯，没有办法，对，只能让他在海外先，因为我们马来西亚有共修会的嘛，让他到共修会专门找人帮助他吧，那些小男孩，好吧？那适合让他去那个，就是我心里想的这个国家去打工吗？就是有一个有一个关系啊，可以的，应该可以的。也可以让他打工，我想让他在这打工，然后能够再慢慢积蓄一下，改变再在那里上学。嗯，都可以，好吧。我只能讲给你听了，已经把他弄坏了，现在在拼命把他搬过来，明白了吗？已经弄坏了，就菩萨，就观音菩萨，就师父，就化缘菩萨慈悲他。就是这样的，但是要惩罚的呀，一定会惩罚的呀，明白吗？我能许愿给他放多少声？少帮他背了，再搬一背下去，你已经有忧郁症了，你不知道啊？哦，对不起，师傅。啊，你不能背了，他自己的业自己背了。你准备帮他背到什么？到时候他不好，你又不好了。那自己，我告诉你，孩子劝不行，自作自受。人间要记住一句话，很多人都是自作自受的，听得懂吗？嗯，通过借鉴，我也觉得自己已经处理了。原先我是放不下，我心里还想着一个事情，师傅跟弘法有关，这个比较纠结，您看这个行不行？做呀，去做嘛就好了，好吧？不在我家的那个方向，在那个东，你要记住，东，你要记住了，你现在不能要在不管在哪个国家要遵纪守法，听得懂吗？不要搞什么大的，自己在家里拜拜嘛佛嘛就好了，念念经啊，明白？不搞，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就是这样的，师傅。就是自己、嗯、自己可以许点愿，自己做点事情。嗯，我觉得你这个人呢，还好你还做点功德，否则你的孩子，我告诉你，比你出乎意料的要早走。他已经有过一个劫了，我今天讲话他都知道，他经常有不想活的念头的，你听得懂吗？嗯。知道，嗯，好吧，好了，嗯、不要再这么稀里糊涂了，真的，嗯，我告诉你，师傅您指点，嗯，一个男孩子沾染上这种啊嫖啊，还有这种赌啊，都很危险的，还有这种抽那个吸毒啊，这种都是非常危险的，一辈子沾染上一次就很危险的，听得懂吗？听得懂，师傅，今天您的话我都让他一个字一个字的好好听。嗯，师傅对不起，那个我旁边身边还有一个同修，想问一下亡人行不行？你快点吧，只能问一个了。许红艳，严武许，严武许，洪水的洪，洪水的洪，再给一个供，印是消印的印，什么脚印的印？脚印的印，嗯啊，印台的印，嗯，印台的印，徐红艳，男的，男的。2015年去世。那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在哪？嗯，他在阿修罗。在阿修罗需要多少张小房子？他有机会，他有机会到天上的。他大概要86张小房子可以到天上的。他现在修得很好。好。他现在在阿修罗也是在修。嗯。好。26张。好了，不能再讲了。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师傅的个人的业障个人背，不让师傅背。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护法神菩萨，感恩师傅。哎，师傅再见。把电话挂掉啊！嗯，电话不挂，人家怎么打进来？所以师傅跟你们讲了，一个人为人，一个人做人要真心对别人。有的时候呢，不能仗着自己啊，经济条件好啊就可以。我告诉你。这个有时候条件好并不是件好事情，你有时候根本解决不了人的精神上的问题的，所以你有钱不一定你就能够有幸福的，在这个世界上不是说你有钱就有幸福啊，精神上的幸福不是钱能买到的啊，是不是？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懂事情，一定要好好的修啊，一定要让自己的心啊真正的得到啊一种啊，放下啊，让自己真正的能够明白啊，我活着为什么？
嗯，他碗关了之后大概要十几秒钟吧，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懂这个道理。是不是整天帮着大家在看图腾啊？是大家改的呀。喂，你好。师傅好，弟子给您请安。嗯，请讲。麻烦师傅给看图腾。嗯，请讲。啊，1974年属虎的女的，就是最近梦里边提示本命年的劫会提前，请师傅看一下具体是什么时候，大概是什么样的劫。几几年属什么？再讲一遍。74年属虎的女的。他有两个劫，一个是感情上的，还有一个是摔伤了。嗯。请问师傅大概是什么时候？他生日是什么时候啊？12月。今年啊？说是明年的劫会提，本命年的劫会提前，本命年是过3年之后吧？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他。最不好的就是明年2月份。哦，好的。好吗？已经许愿了。是还有吗？就是、啊、还有就是大概是我看一下啊，九月27号左右吧。嗯，当心点。是今年还是明年？今年。嗯，9月27号左右。哦，好的。好，大概是什么情况？已经跟你讲了。还要什么情况？不是跟你讲过了吗？哦，好，感情上的、还一个感情上的、一个摔跤，嗯，或者手指出血、剪破。哦，请问师傅怎么化解啊？嗯，没讲过、就是，平时没教过你们啊？啊？哦，许愿了1000张小房子，还有那个1万条鱼、300只甲鱼。嗯，可以了，可以了。到位、到位就好，要诚心啊、不要以为许了愿就可以、要诚心、要诚心，好吗？嗯，好的，嗯，感恩师傅。嗯，请问师傅，您看一下身上有什么灵性吗？身上啊？嗯，74年属虎的。啊，要当心哦。哦，肠胃，肠胃这里有点小灵性啊，有痔疮这个地方啊。嗯哦，特别当心啊。嗯，好吧，要当心便秘啊、什么东西。做哦，好的，这个另外需要烧成小房子吗？这个啊。嗯。嗯。这个就多念点那个往生咒，大概要许个愿往生咒。嗯。好吧。嗯。嗯，多少遍？往生咒大概要108遍，好吧？念几个月？一个月就可以了。嗯。好的，感谢。干净一点，干净一点。另外，脑子干净一点 ，OK？ 嗯，好啊，明白。对不起，向师父忏悔。嗯。那个还有一个就是，我鼻子这块特别容易过敏，然后还引起那眼睛这块很肿，请问这个是怎么回事啊，师父？啊，内热。哎，太热了，那、吃2-3天的那个穿心莲就好了，没事，好吧？哦，好的。不要让它肿出来就好了，哦、好不要让它肿出来，嗯。一发现有点内热了，马上就把吃穿心莲、不要让它肿出来。哦，好的，好吧。嗯，请问师傅家里的这个佛台气场怎么样啊，师傅？还可以啊。有菩萨来过吗？嗯，属什么？属猴子啊？不，属虎的，74年属虎的。啊，来过来过，嗯。你家的佛台，你家的佛台好像靠左面的嘛，嗯。进门对，进门就是直走靠左边，对的，师傅，看师傅。蛮好，嗯，菩萨来过了。对。嗯。哪个菩萨经常来啊？你求的最多的呀，还要怎么讲啊？哦，哦，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自己要记住了，你过去、过去让师父看图腾吗？师父就看出你过去很多感情问题啊，听不懂啊？
师父对不起，向您忏悔，向菩萨忏悔，对不起，可以的，做错很多事情，啊，太多事情了，嗯，不好的，明白了吗？对不起，师父，要改了，对不起，向您忏悔，嗯嗯，一定改的，会改，师父麻烦您再看一下，另外一个是都是自己的，我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麻烦师父看一下，同修是61年男的，属牛，您看他这个冤结要化解掉，还需要给对方的妖精者送多少小房子？61年什么？属牛的男的。嗯，61年属牛的。61年属牛的。好了，不要问太多了，小房子念63章。63章给对方妖精者是吧？对对对，好吗？嗯，好。麻烦师傅能不能看一下同修一个那个莲花？嗯。是。号码。11936号，女的，71年属猪的。11193，莲花在六，在11936是吧？他身上，对对对，嗯，在呀、啊。哦，他身上有灵性吗？有啊，在他的腰上，左腰。在左腰啊、但他经常是头疼啊。头疼啊，灵性在左腰上面。嗯。好吧。哦，大概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师傅？34张。好了，不能再问了，34张。哦，好，感恩师傅，我们业障自己背，感恩师傅、嗯。好，再见。好，师傅再见。再见。啊、请师傅多保重，再见。喂，你好，你好。我你好。哎。哎，师傅你好，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嗯，请师傅看一个。72年1月1号属猪的，嗯，肝看怎么样？感恩师傅，感恩师傅。看什么？72年属肝。72年属猪的。72年属猪的，对。72年属猪的，男的女的？女的，女的。肝。啊，啊，有一点硬化，嗯。肝有点硬化。嗯，脂肪肝。哦，严重不严重？嗯、不严重，很累。不严重。不严重啊。嗯，不能再吃，不能再吃任何荤的东西了。嗯。没有吃过，瘦很多年了。嗯。蛋也少吃，蛋。哦，蛋少吃。啊，鸡蛋胆固醇太高了，好吧。哦，胆固醇太高了，就蛋黄不要吃了。对呀、啊、对呀、啊，不能吃啊。嗯。嗯，蛋吃平时很大很多。嗯。哦，你看师傅。师傅看一下那个胃或者那个胃还有那个是那个什么一个胃还有一个那个肺。几几年的？72年的属猪的女的。啊，肺不好，肺吸了很多二手烟的，我看他的肺里边有水呀、啊。嗯。肺有水呀、啊。所以他呼吸特别困难了，有时候。经常难受啊，好像这个心量像晃在那里吊在那里一样的。嗯。哦。听懂啦？就这段时间睡觉老是睡不着。呼吸、啊。呼吸很不好、嗯、呼吸很不好。哦。嗯。那今天是本命年，这个要不要你这个节，你觉得师傅看看这个节好过吗？过掉了吗今年？啊，几几年的猪啊？72年的猪。72年的猪。还要过一个节，11月份，嗯。还有一个节要过。11月份，嗯。哦哦，那大不大？有一点中下吧，嗯，中下。中下，好。嗯、好吧。那 OK。好了，好了，好好念经啦。好了，好的，好好感恩感恩师傅。嗯。好了。哦，感谢。那师傅，哦，好，师傅，能不能就看看身上还有灵性吗？需要多少小房子吧？灵性有的呀，再给他念。灵性身上有。给他念68张小房子，嗯。就身上的灵性的许愿交金子。对对对。好的好的。好吧，要叫他跟同修讲话当心点。嗯。哦。得罪人了。得罪人，很多人很多人的恶气往他身上撒。哦。听懂吗？嗯，好，懂了。
好了，感恩再见再见了。我师傅看一个同修99年属虎的，不能再看了，没时间给人家看看吧。好了，就是99年属虎的同修，他想问一下，他留得下来吧？99年属什么？属老虎的，看他学教育能留得下来吗？啊，他有希望的，现在是60%，嗯，60%。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能问了不能问了。好好好好，感谢，好好感谢，感谢哈，感恩。嗯，不能这么自私的。哎，那不太自私了，这个老问人家的。喂，你好。哎，你好。你好，赶快讲，没时间了。哎呀，师傅，嗯，我终于打通了。赶快讲，你帮我看一下1979年的羊。79年的羊，男的女的？女的，1979。哎，想看什么讲吧？我看看我应该怎么做，看看我这个腰怎么样。我怎么最近觉得腰痛，腰酸背痛。嗯。早上爬不起来，浑身没力。嗯。眼睛老流眼泪水。嗯。嗯。我告诉你，掉头发，这个羊。明白了吗？很厉害，嗯，很厉害，我告诉你了，你跟我记住了，你这个大脑里边，我看你很多很多的杂念，太多杂念了，过去的事情嘛，全部忘不掉，听得懂吗？嗯。哦，是师傅。要放下了，不能再记了，记到后来，我告诉你，记到后来痛苦就是你自己啊，明白了吗？嗯。哦。好了，还有就是要每天念大悲咒。要念29遍，然后心经要念30遍。嗯，师傅，你给我看看我的身体还有哪块不好。你不念经的？我念经，我也念小房子啊，每天都念啊。乳腺乳房也不好。哎呦，肝也有问题。哦，脾脏这里也不好。哎呦，你身体这些地方都有黑气啊，你的灵性，你的散灵很多，全部聚集在你的脾脏这个地方，你要当心啊，你也不要胰腺出问题啊。嗯。哦，脾脏现在腰。你左面呢？左面吃饱了，你是不是感觉有点胀啊，痛啊？左面。左面，哦，这个不太明显。啊，你要当心啊，这个脾脏这里我看有很多灵性啊，散灵啊。嗯。哦，你吃全素了没有啊？吃全素了没有啊？我最近吃1个月全素了。你还没有许愿吃全素啊？嗯，没有许愿。你到医院去查查看你的胰腺有没有癌症吧，我只能跟你讲到这里了。哦，你很快要腰不好，很快就要判死刑了。我告诉你，查出来胰腺癌，你就判死刑了。胰腺，嗯，行，师傅，主要是腰不能动。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师傅跟你讲话，你听得懂吗？听得懂，师傅。我给多少人看了，先给他们看出来，一查查出来了。我已经告诉你，这个已经很危险了，跟腰不是一个概念的。嗯。那个要走人的，你听得懂吗？哦，腰死不了的，这个胰腺癌查出来要走人的，你听得懂吗？是师傅，我应该怎样念小房子？念多少？不是小房子，你念出来质量也不好啊！你吃的荤的东西念出来能好不啦？嗯，我吃全素。赶快啦，你要不要到了医院里再吃全素啊，没有用了。现在有很多人晚期了再来找台长，我叫他再做这个做那个，他已经没有用了，许了愿都来不及了。我跟你讲话你听得懂吗？我听得懂，师傅。你还要我再讲你一个点你才相信啊？你的脚骨头啊，这个关节很不好，我讲的对不对啊？是，对，师傅。尤其是左面，而且你这个下面一个脚掌这个地方有一个鸡眼，就是像个骨头一样长出来一样的，穿鞋子过去老痛，有没有啊？
太对了，师傅，就这两天就治这块了。就在这块，太对了。你现在信不信啊？我信，师傅。你信吗？你就赶快吃全素了呀。哎。嗯，我马上许愿吃全素。你不要这样了，你再这样的话，你们活不了多久了。胰腺癌查出来，进进出出医院里3个月到6个月就走人了。跟你讲，不是腰痛不痛的问题啊，明白了吗？嗯，是师傅。好了，好好的念经吧。就多少小房子？小房子这种都慢慢念都没关系，赶紧先许大愿。嗯，好吧。马上许愿。啊，许愿的话，你只要这个胰腺不发出来的话，你这条命就保住了。嗯，是师傅。好了，好了。嗯，帮我看一下，一个小猪，2008年的猪，不能全问，只能问一个问题，只能问一个问题，害怕。师傅，求求你了。男的，女的？孩子害怕，男的。身上有灵性，在他的颈椎脖，在他颈椎脖子这个地方。嗯。全是闪灵。他晚上就是。全是闪灵。手，对，吓得孩子浑身就是盖得特别严。嗯、我告诉你。抓着我才能睡着。我告诉你，你记住一句话了。看见有一个灵性，有点像兵马俑一样的，脸长得还。他说他看了东西了。对啦，看见了是不啦？好啦。对，晚上他说看的就跟点儿点似的，亮的东西。好啦，现在明白了吗？赶快给他念吧。他也需要念小房子。嗯。他自己能念，师傅。67章，慢慢念吧。哦，就给他的妖精者是不是？对，慢慢念，21章一波这么念。好了好了，不能再讲了，再见。谢谢师傅，再见，辛苦了。你要听话的啊，谢谢师傅。台长就这么救人家命的，你要是再不听的话，你自己走掉了，我就又遗憾了。好了，再见吧。嗯，好，再见，师傅。喂，你好。你好，台长。你好，嗯。台长，稍等一下，台长，神丁神，耳朵神丁，啊，黄金的丁神。潜水的潜男，他是2017年2月18号往生。第二个什么字？第二个什么字？丁，黄丁的丁。啊，陈丁，后面呢？潜，那个潜水的潜。潜水的潜是吧？不是潜水，那个潜水，他们一个白肚旁，下面一个水。什么字啊？你告诉我什么字嘛就好了。上面。上边是一个白，白色的白，下边是一个水。啊、泉。啊。陈金泉。几几年过世的、啊、几几年过世的 ?2017年。2017年。上去了上去了。很高。玉界天。在哪里？玉界天。啊、玉界天。还要小房子吗？不要了。嗯、哦，台长。王王世郎。王。三合丸啊，第二个呢？三合丸是世界的是兰，兰花的兰。王世。嗯。2016年往生。阿修罗。嗯。阿修罗还要多少小房子？不知道念得上念不上了，76章。嗯。76章好。他俩帮我改名一个，最后一个同修原名寻良地，68年属猴。姓名邢永帝，他改为邢永帝，这个名好吗？邢，秦始皇的邢，永，永更的永，加上一个女字旁。他属什么的啦？属什么的啦？属猴的。男的女的？他原来的名字。男的女的？原来的名字邢永，邢良帝。邢良帝啊，改的名字叫邢良帝啊？不是，改的名字邢永帝。秦始皇的秦，永正的永，加上女字旁，帝，皇帝的帝，也是加上女字旁。不好，第二个字不好。哦，用回他的原名，秦良帝吗？良是什么帝？什么是良啦？什么良啦？怎么写的啦？良啊，姑娘的娘。姑娘的娘，姑娘的娘。啊，他这个名，他这是原名。平阳地是原名，也是地是地地的地，他加一个女字旁。嗯 ，OK。平永地是他叫那个
改名的，给那个给人家算命改名的。那还是第二个好，第二个比第一个好一点。哪一个？第二个邢永帝好一点，嗯。邢永帝啊。嗯，好吧。哦，台长，他的旧的那个，你写上旧名和念到一般的退休经文，礼佛还可以用吗？他用旧名的这个，还可以再用吗？可以的，嗯。可以用啊，用回改回新名还是旧名烧掉呢？就不要去管旧名了，新名就可以了，好吗？就声闻新名新的名字就可以了。好了好了，时间到了，好，再讲了。感恩财神。好，再见再见，嗯，再见。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请大家不要忘记了，下个星期三啊，还有四天就是初十五，希望大家多吃素，多念经。好，下面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其他节目。